警啊！你好，你们是复联呀？你不是复联，你报警啊！但是你们得管这个事情啊，这个妇女被拐卖，她被囚禁了。不是，你知道是真实情况吗？是真实情况呀！我让你去看那个抖音啊，不然我怎么会给你打电话？我打了你们的那个公安局电话，但是没有人接。你打0516，等0516110。我打过了，我都打过了。嗯。但是你们是妇联，你们必须得提供这个法律援助啊，不然你们这个部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再见。